赶紧来搬点东西，起码能补偿点损失。怎么了？齐思洛，齐思洛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哦，公司负债，老板跑路，老生常谈罢了，不用担心我。也是，你原本就可以拥有更好的平台，没什么可惜的。嗯，刚对不起啊，误会你了，谢谢你提醒我蓝迪的风险。不过也没什么用了。嗯，天很晚了，我们家小公主半夜醒来见不到我会害怕，我先回家了。啊，我送你。不用，我家就在这附近，我想走一走。哎，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，我陪你吧。走吧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推荐新的救治机会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嗯，求职方面我还是有些经验的，而且我学历有限，就不麻烦你了。干嘛？我又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。我很坚强的好吗？而且当时只有老板他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才能让我和萱萱有一份生活的保障，所以我还是很感激他的。发生这样的事，就算两清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个人的合作协议随时都可以签。宋浩宇，我打从心底想做成这个项目，但我希望是靠自己的实力争取来的，而不是施舍。齐思乐，不要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自己，而且我从来不会拿公司的事情开玩笑的。你真的确定我的项目达到茂林的要求了？嗯，我很确定。快走吧，好像要下雨了。哦，早知道刚刚就让你开车送我了。也没有想到会突然下这么大的雨吧。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挺迷茫的，总是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目标。你喜欢爬山吗？喜欢。那你会因为爬山累就选择坐缆车上山吗？我不会啊。
但是我心里有座山，却怎么也翻不过去。齐思乐，嗯，你要不要选择一个同伴，互相搀扶，然后一起翻过你心里的那座山？同伴，比如我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这雨这么大，轩轩还在家里等我呢。你别着急啊，这个雨应该一阵一阵，一会儿就应该停了。嗯。